don't leave me on the side, boy。来，露丝，我们先请你站在我们的台上，给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拍照。好，辛苦大家。来过来一点点，我们再往左边一点。好，多数回来一回，回来一丢，回来一丢，再往一丢。好看这边，好来，官方这边，这边，露丝，请这边，中间，中间，对，中间，好。来，这边看一下。来，赵露丝，来，露丝，中间，中间，中间，好看这边。好，对对对。这边。好，手。来，赵露丝，中这边。哎，对对，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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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好，明天再拍张，明天再拍张。哎，可以，好。来，来，再看一下。好。好，关伟老师可以准备吗？嗯。对，我们每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先请我们的明星嘉宾单独的拍照，完了之后我们会让我们的关北老师上来拍一下我们官方的视频，然后我们再辛苦各位媒体的举牌的老师把麦拿上来，谢谢大家。来到我们这边。好，来，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准备一下，我们的群访和访问即将开始。好，辛苦了，我觉得我们的小姐姐们很辛苦，我来帮你拿这个麦。对，来，露丝，嗯，是我来访问。你好，你好，露丝，我是燕池。我们要请，哇，谢谢你，我们要请露丝跟所有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Hello， 大家好，我是露丝。Hello， 很开心能够在宝哥的活动现场跟大家见面。嗯，我觉得露丝真的是。开心吗？接下来我们就请女队长依次和大家见面。哇，还有干冰！哇哦！哇哦！哎呀 站不下了，站不下了。再见，没有想跟你站。对，我们是一对。对。Baby 这套衣服确实实际以来，我觉得是最好看的一套。有请第二位女队长登场。绿色的，你知道。
就知道是你，是你吗？相认。那我站这儿了。哎呀，哎呀，怎么了？哎，叹气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站不动了。站不动可以坐。来，弟弟，坐。真假的？哎，啊，不是，前面。真假的？这作为队员，这是，这都是应该的。OK。好嘞，我们有请下一位。下一位，瞧瞧，可以。后面这两趴可以撑长一点。哎呀，这个我这个牌面真的是。找把椅子没有用了，做什么都没有用，没我们这个那个啥了。真的，我就这个椅子。你这个凳子，哎，好丑，哎，好丑，没有诚意。你看看，哎，我这个。你觉得这套衣服能做这个吗？你为什么不拿着这凳子再顺把瓜子给他呢？怎么做什么椅子都好看。很不搭，感觉你们这没法在一个画面里。是，我不坐。都已经内卷成这样了啊！再出来女嘉宾，我跟你说，你们衣服得脱下来当红毯。可以啊。是一对队长好，欢迎队长，欢迎队长。有请第四位女队长登场。来吧，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什么意思？白鹿，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哎呀，没有。明白了，这个信号我收到了。哎，不要不要，咱们开始吧。但别故意说啊。哎，真实一点。哎，好。来，演的真实的啊，演的。请准备。牛肉面几碗？六碗牛肉面几碗？几碗？几碗？好，几碗？多我都没听清，我六碗呢？六碗。哎呀！妈呀！哦！哎呦呦呦！感受如何？你再玩两把。你试一个。你再玩两把。秦老师试一个。我刚没听清。真的，我刚没听清。真的是，我没听清。我要听清，我绝对，你绝对不能再下。你相信，你再相信我一次。
怎么样？内斗了，内卷了，精彩不？精彩吗？来，好，各位请就位，快请入座。这把不可能输。白鹿能听清吗？能听清。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不用。来吧，快。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请准备。等。没事，白鹿老师能听清。我不像你，我不会这么故意，好吧？来，请准备。七碗牛肉面。什么？什么？什么？我不服你不会弹我的，对不对？别把手伸起来。我知道。等一下。你把手放膝盖上。我知道。等一下，我手都麻了，现在。你等着你们的。让秦老师，哇塞！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太突然了！我好开心啊！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太适合他了。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还好吗？灵魂回来了吗？等会儿。爽吗？爽。你快入座呀，请入座。啊，请入座。不对呀，请入座。不一人一回吗？这。来，我们继续啊。请准备。三碗牛肉面，五碗牛肉面，七碗牛肉面，八碗牛肉面，四碗牛肉面。谁？你们伙第一个。四碗牛肉面。这不是我啊！等会儿，谁呀？他呀。他，你是我吗？你不是他吗？他是你。那谁是你？后两个是我们俩。过一回。来。西游记片头蹦出来的那个，真的当然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当然我待会儿确实我待会儿。爷爷你还要坐上去呢，你来这儿待。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绿队内卷，内卷。注意力呀！你来这儿干嘛？啊？不是注意点他。继
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城市接龙，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再加一个新的城市。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准备好了，来，开始。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河南是个省。河南是个省。来吧，飞吧，飞吧，飞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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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晨哥开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厦门，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横店。横店你说城市吗？是啊，它是东阳。不是啊，对不起，横店是个镇呢。你知道是你说错的，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忍不了。去吧，钱总。报应啊！来吧。哇，180旋转。他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一二三，好，非常完美的起跳，加持，再看回放，有，难度是5.2的动作，整体180。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是这样。不用了，没必要。没事儿，没有必要。我跟你说，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已经快练会了。下个目标要练360，多让他练几次。哎呦，你还知道哪些城市？挺多的，其实。李，挺多的。你算算哈。来，从这边开始。兰州，兰州上海，兰州上海石家庄，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北京卡卡了卡了，老秦的，坚决的老秦的，哎呀，我不想玩了，脑子里城市很多，金华不刚说。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是京华还是东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横店？他要再说一横店，我更来气，真的。奖品有多丰厚，我们稍后为大家揭晓。看得出来，目前大家的状态都不是很清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两轮导演说的清醒游戏。等一会儿大家就这样站成一排，导演我会，导演我，知道是你，知道是你。
就是会随机给出大家很多的指令，但是只有我说导演说什么的那个动作的时候你们才能做啊。从你们当中选出几位最迷糊的成员来接受能让你们瞬间清醒的水气球惩罚。水气球啊，一大早就是刚起来就得洗个澡呗。导演说蹲下就蹲下就蹲下，对，就玩我呗。对，没洗澡好饿。开始了啊，开始了，蹲下，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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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吧。嗯，他自己都傻了。好，这先不解释，不解释，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就看看最后到底有啊。他骗我，不是你说啥就啥，你说啥就不是啥是吧？哎，果然是没清醒。导演说蹲下起来。啊，啥呀，什么呀？啊，我这还是蹲着呢，我蹲着呢。我蹲的还不明显吗？我是膝盖不好。别人一直以为我没有站起来。哎，我这是蹲着呢，我现在都还没有听懂这个规则。只有跟在导演说三个字后面的才是。就坐呗。没有导演说就不行。哦，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这样你给刚起床的宝宝们再一次机会吧。那就重开始了啊。导演说向后转。导演说举起右手放下。拉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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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去。太快了吧，就结束了。史上来的时间最短的嘉宾。导演说向后转，举起左手，举起左手。拉走，拉走，拉走！啊，好蠢！导演说举起左手，放下，抬起右脚。导演说蹲下。导演，别开枪！是我。导演说放下右手。导演说起来。导演说放下右手。右手好吗？不是，导演往哪儿放？导演往哪儿放？导演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往哪儿放？这坑人呢，这导演。啊，导演说放下左手。导演说蹲下起来。导演说举起左手放下。来吧，大哥淘汰。导演说没想到我们玩的这么认真。导演说起来。 Baby 像极了认真听讲的样子。好害怕。导演说放下左手，举起右手。导演说向左转。导演说向后转，举起右手。白鹿可算淘汰了。白鹿没想到啊，子凡只想单纯的结束这一切。我真的有点累了。另外四位失败的成员，我们进行第二轮，失败的就要接受惩罚。来吧，醒醒啊，得醒醒，醒醒。导演说蹲下起来。导演说起来，举起右手。导演说蹲下，举起左手。沙哥已经要疯了。你不是沙溢，有点是慢慢拍。哎，这个没有说慢和快的事儿啊。好，举起左手。导演说起来，举起右手，向左转，向右转。导演说向后转。但你转不对啊，应该从右边转还。向后转。导演说向后转。你怎么说的？不是，等一下，不是。沙哥一直在就是干扰我，没有，因为我这边我左耳的听力不是很好，听力不是很好。你怎么人欺负人家妹妹呢？那这样我们仨再决出一个好不好？这你舅舅给人推出去了啊？他错了。你礼貌吗？
往这中间站，往中间。文艺，你别想干扰我。往中间站，过来。不要。那我过来。他老干扰我，他肯定会干扰我。这是他获胜的法宝，你知道吗？你干扰不到，就他自己干扰不到，因为你太容易错了。屏蔽，你别干扰我就行了，你别干扰我。导演说向右一步走，左右右。导演说向左走。导演说举起右手。导演说向左一步走，向右一步走。导演说蹲下。导演说举起右手。我向左。咋了？这帮不了你。这帮不了了啊！我左右不分，我左右，左右不分，我左右不分，是吗？真的真的。暴露了。导演说后退一步，杜绝信号。导演说前进一步。导演说蹲下起来。导演说举起右手。导演说向左一步走。导演说向右一步走。导演说蹲下。沙哥在抄别人答案。导演说起来。你有导演说吗？有。我在讲话，我没听到。观众朋友们，这个我干扰到了。我在讲话，我没听到。不是，我真没听到。我对了都不允许，我真没听到。不允许我对，苍天啊，大地啊，给我一个公平吧。场外在讲话，我真没听到。那我怎么听到了呢？对不对？那同样在一个空间当中，同样大家是跟导演一个距离，那我怎么就听到了呢？沙哥，那大家都不服你胜出，那你没有人不服，有，我们不服，你这不行，你这不能有失公平。我听到了，导演说站起来，你看一下有多少人不服。沙哥，你看一下多少人，你们服不服不重要。那就这样吧，那你们就四个人都接受惩罚吧。导演，你好有原则啊！我不服。我觉得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小童，姿态。小宋，欢迎来到成人的世界。虽然。每次都是我们俩替王牌家族淋水，但这一次只有你来淋了。哦，哟，这就长大了呀！来吧，东西南北分得清，分得清。呀！哎呀妈呀！对不起。东西南北分得清。东西南北分得清。为什么？孩子是老成哈。东西南北分得清。东西南北分得清。我知道了，小童，换个这，换一边。对，这样。我觉得我的睫毛都要掉了，来，走，最后一把定胜负。好。东西南北分得清。东西南北分得清，分得清。走你。你为什么？哎呦，这个热闹！小童平时被哥哥姐姐们欺负，今天也沦落到被弟弟也欺负。这游戏是我们游戏黑洞吗？我们家族，花花跟程程。男生对男生来个狠的，不是到这儿就不能说男生跟女生不能随便走，不是，没有一个人想起来小童也是女生，难道就因为人家平时爱喝两杯吗？就看你了，花花啊，头只能由我来帮他抱了。上气儿，上气儿，上气儿，花花肩负着整个家族的使命啊，来。石头剪刀布，好，花花先来。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我们家族怎么这么听话呀？来，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见好就收。平啊平，不错不错。来来来来来来，东南西北分得清，分得清。你给他做鼻拭子呢？东南西北分得清。好。哎呀，漂亮！哎呀，这俩滋个跟头，巅峰对决呀、啊！加油！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啊！啊！漂亮啊！找回了面子，家族的荣耀，找回了面子。险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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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程程也是会玩这个，很会玩。那周野再来一盘，周野可以吗？可以，可以啊！你这家玩命上劲儿。关键了啊！晨晨刚刚淋的水，我都要你淋回来。哎呀，周野，好想看你素颜的样子。啊！这里面灌了卸妆水。来吧，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哎呀！你想不想看姐姐素颜的样子？来，加油！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这枪怎么那么长啊？哎呀，这个勾机子有点粘手，这个我知道，这款我知道。摁出来吧，它回不去。东南西北分得清，分得清。周爷。对不起啊，林姐。没关系，东南西北分得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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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姐，哦，没事吧？对不起，林姐，我看不下去，掉海里了。为什么这么执迷不悟，一直要抬头呢？懵了，弟，这里边，里边有水了。都走吧，都走吧，兄弟们，来，来，看谁先变成大鱼。来，来，来，到谁了？姐姐，来。东南西北分得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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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得清。漂亮，躲过一劫，漂亮，漂亮，漂亮，再来啊！漂亮，漂亮，漂亮。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分得清。这是吵架吗？来，继续。我妹妹都自怕了。没事啊，周爷，喷脸，没事，没事，喷我脸啊！好，来，最后一把啊！东南西北分得清，东南西北分得清。林姐，你没事吧？没事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一轮精英班获胜，让小苏用 vivo S 十二系列手机啊，给精英班来一张帅气的自拍，庆祝一下本轮获胜，好不好？这时候可不耐拍啊！啊，这时候可我告诉你，素颜拍都好看。你们团队自拍，我看看我。哎、你看他自己带柔光灯，可好看了。
接下来请我们今天的三位行业王牌把这个荣誉证书啊颁给精英班的四位。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恭喜一下精英班的各位同学，恭喜我们用全面出色的 vivo S12 系列手机一起来拍张毕业照纪念一下。还有最后的一个环节，我们通过云连线的方式联系到了省内外13所职业学校当中的同学，有的呢马上面临着毕业，寻找工作，找寻新的人生定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些人也会面临着一些疑惑，所以今天最后呢也想请各位能够给这些同学们一些很好的求职或者学习的人生建议。我们有请苏木同学。各位老师好，我叫苏木，我就读于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我是家里的唯一一个专科生，我的表哥表姐们都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可是我的爸妈总是很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他们就是表现得越不在意，对我越好，我就感到越愧疚，我感到自己很不争气，感到给他们丢人了。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面对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专科其实指向性更强，有的时候我们大学本科毕业了，有的时候学那个专业到找工作其实有好多都匹配不上的，跟你的专业都丝毫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专科毕业反而这个针对性更强了，其实你还少了一个选择的迷茫期。嗯，其实你看贾玲姐也是专科。我可不是啊，我还不如专科呢。你那叫什么？成人教育。当时我是压根儿不知道成教和本科还有专科的区别是什么。明白。直到我母亲摆宴席的那一天，每一份儿都是院长亲手签发的。你刚把通知书拿出来看一下，有懂的说，这不是个成人教育吗？哎呦，那一下，我感觉我妈真的是，我妈也不懂。其实事实是那时候一定是内心知道是有点问题，但装糊涂的那时候自己骗自己，觉得没事儿，中戏嘛不挺好吗？你喜不喜欢你现在读的这个医学相关的专业？其实我挺喜欢的，我也很想继续往下学下去。我送你一句那时候我勉励我自己的话吧，莫欺少年穷，这句话送给你。那时候我考的吧还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那时候我考的是相声班。对，我是不会说相声的，我是想学表演，迂回了一下等于，所以其实路还长着呢。